随节奏引导，不要休息。他们一千三三百八的钱看得太差了，他就要五百八啊，五百八的钱，一千三嘛，五百八买一千三，那想了多少钱？这我收还收毛一千，也不跟你胡说。那昨天还来个开帮忙的，问我要那边，那边幺二八，现在卖六千，我妈那幺二八你卖六千，谁买了？人家有人卖吗？